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发布会在上海举行，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、绿巨人马可卢法洛、洛基汤姆希德勒斯顿、蜘蛛侠汤姆霍兰德和导演罗素兄弟出席，现场所有主创都分享了自己与漫威结缘的小故事。小蜘蛛汤姆霍兰德讲述了自己第一次试镜的故事，他表示第一次和小罗伯特一起试镜，心情十分激动，错把他的替身当成钢铁侠本人，场面十分尴尬。小罗伯特唐尼称，他和海总看到抖森的时候觉得他特别适合，并表示把荷兰弟带到复联前线特别开心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